挑战你的机智反应，九九神功。规则说明：以大风吹的方式进行，抢到第一者必须在健康步道上跳绳，跳跃的次数必须超过上一位来宾即可过关。小蜜蜂，一边走一边做，对，一边走一边做。汪汪汪汪汪汪，大家一起起作风，来冲冲去冲冲，千万不要抢到这个位置，别嫌懒惰虫。天花花花不作工，将来哪里好活动？哦哦哦！杨千嬅小姐，我就有这个感觉。大笑姑婆杨千嬅能够承受得了史上最残酷的游戏吗？光踩上去都有问题，两下痛哎！你不要跳太高，你不用跳太高，预备起，两下，一下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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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下快点，快快，两下两下两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掌声鼓励，掌声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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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棒好棒，但是美女哦，美女，我们让她这个算是不良示范，因为要两下一起，不行啊，一定完了。大饼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到，对啊，不然宪哥可能会这样讲。没关系嘛，没错，输赢的操控在我手里嘛，输赢的操控在我手里嘛，听不懂啊，这是心没安，干掏心掏肺，一共听不懂。他说输赢呢都是他决定，来，小蜜蜂预备，哎呀，嘿。再来要四下哦，大家一起起作风，来冲冲去冲冲，别学懒惰虫。哎，你抢这个抢的得意啊！不是，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你怎么会抢这个呢？而且抢到你那个表情有多贱，你知道吗？嘿嘿，怎么样？后面那几个笨瓜怎么样？抢的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说抢椅子。我只看椅子，什么千华还在，你知道？主要你要数量上来了解，因为五个人抢五张啊，基本上数量是刚好的。对对对，请脱鞋。你要跳三格啊，三下，预备起。一二二，好期待！三高恭喜过关，漂亮！注意的啊，这个主要是给大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跳这个会健康的，来穿鞋，跳得好，跳得好。准备了，小蜜蜂，我先穿鞋，你们先玩。等一下，这位宪哥都已经放水了，这是什么烂比赛啊？刚才那段可不可以重播一次？太好了，他刚在这里，谁还没开始呢？不对啊，有三个抢的，我抢两个。机警的戴佩妮发现状况不对，立刻冲向前抢椅子，但是这下子可苦了苦情歌后蔡秋凤喽。脚皮好厚哦。我觉得我已经意识到下一集会有来宾穿打石膏来表演。几下？26下的，好啊。只是他抢过一遍。来，继续。哎呀，我第一次认识你这个高度。天哪！哎，你们两位算高的，算高的。四下，牛仔裤改就要该改就改，你硬留那么长干什么？你那个至少再减掉6寸。你们连续四下啊？四下，一下就好了。四下，一下就好了。你们去，加油，四下呢。他该不会连跳绳都不会？赖皮是会录不完哦，请四下。我有听到那个电杆落的声音，对啊，好痛啊！不错不错，剪了吧。
你怎么聊起天来了，这位太太？而且在跟谁聊？好了，一下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有三下，还有三下。哎，真的很痛哎！预备，起。我们看要知道碰到什么程度。新歌叫什么？松条路干枯的话。松条路干枯的话。真的朋友，松条路。你来跳。我来跳。不是，我没事，我干嘛来跳？痛不欲生的蔡秋凤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了。基于敬老尊贤的美德，所以我们决定放他一马。好，算了，给他赖皮啊。小蜜蜂，预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不要穿鞋了啦，算了。大家一起轻冲冲，来冲冲去冲冲，别学懒惰冲你唱，天荒哈哈不做工，怎么会有小朋友来啊？何嘉文小姐，好，你知道。演艺圈只有敌人，可以借我袜子吗？没袜，他没袜子耶。啊，那我要几下？你们这三双袜子就他轮来轮去。这根本是已经到了不像话的地步了。五下，五下，五下哦。好厉害哦，袜子都要挤不进去。没关系啊，嘉文，你跳完就很健康，连分叉都没有。不过现在观众最想要了解是你实际的高度。你就是这样，我一直下来。什么？几岁出道了？这位？18岁。今天有爸爸妈妈陪你来吗？有哎。最喜欢吃什么？乖乖乖乖桶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阿尚啊，谢谢，以后再参加我们幼幼台的节目啊。不笑。你可以叫我爽亚哥哥。爽亚哥哥，我好想尿尿。你想尿尿是吧？海上就更想尿。哇，连续五下，很痛哦。他真的很痛，好像好像我撇尿出来了，后面湿湿的。我是很怕痛那个。啊！还有三下，加油加油！一次忍过，一次忍过。我踩到那勾勾最痛。休息一下。你还有花式的，最后两下。我为什么要看到一个人站在这边背着我？差一点，对呀，还有一下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下，对，最后一下。掌声鼓励！看到了，哎，再次谢谢他们，来来来，一起到前面来。今天几位来宾呢，非常的敬业，有点辛苦的，玩的也蛮开心。不用穿起来，不用穿起来。不过这个每一个都玩得很开心啊，我们也希望在礼拜六的晚上啊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更开心的。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。每周同一时间都要收看我们节目哦。再次谢谢他们，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回到我猜，我猜，我猜，我猜。